倩倩哦，伊拢啉无咖啡因、低脂、去糖、无奶泡的玛奇朵，人好歹嘛，什么情况呗？你莫抓准讲，我唔知你伫咧想啥哦。管大哥是我的，你莫跟我抢。而且哦，我嘛袂输你的。哼！总监，我了解，你放心，我绝对是站你这边的。陈志颖，你想赢啊？你若是食饱想，想要工作量爆嘛，我马上会当体谅。妈啦，我工作已经有够济安尼，像我即摆谈恋爱啊，你敢知谈恋爱女不能太累，会很臭诶。你偷偷享用你的咖啡吼，我交要。今日你的咖啡嘛，想会无适合陈志玲啊？这个高冠达。真正是小无了解陈志玲的，凡是和陈志玲甲金燕君两人的感情顺利发展落去，高冠达就无得趁虚而入，安尼倩倩才袂伤过伤心。蓝浩宇，你到底伫咧创啥？花刀那边，你怎啊？一定有跟你公车情人陈子玲见面对吗？无啊，上好是无啦，连我也想要骗哦。我骗你从啥啦？我掌握的商业性的便宜，讲都无见到钱。哎，老大，所以你为了跟黑猩猩？搬《星球崛起》，然后放弃搬《冬季恋歌》的男主角。老大，你的感情实在这样，你要悲惨啦！我看你点面在搬《悲惨世界》叛徒，叛徒啊！金牌小李希望啊，我曾经用指令告白成功。假的啊！哎，你卖顾你家己面子，啊，就管达咧后边讲的。哪有可能呢？这种代志咱后边讲啊。我昨亲身走去指令家，向伊告白，而且伊嘛接受啊。阿姑，我拄仔甲伊食完早起，我才来上班。你三点要去哦？啊，今日早，佮做伙食早起。哦，老大，你真正赶进度呢吼。其实讲起来哦，我爱甲管达说多谢啦，都是因为怪我，我骂指令家应承我爱买。啊！我现在就着急啊！我着走去找子玲，甲代志讲个清楚。安尼讲嘛无唔对啦，是讲老大，你拢唔知啊？应心介意？哪有可能啊？连你嘛误会哦！我甲应心之主虽然够大汉，好处比好朋友啊尔。应心，你也出院啊啦？你的脚即嘛安怎？我想，我黑猩猩呢，是点仔伤无算啥啦。刚才讲，为世界都是用手的，也唔上脚的。嗯，有你这种吼，这么拼命的员工吼，实在太难得了。所以老大吼，待中昼一定要好啊，请一顿啊庆祝一下。是要庆祝我无好啥东西啊？哪有人家己酒厂家己死啊？是要庆祝老大脱单告白成功，甲家己嫁出去。樱桃君，恭喜你呢！总算有人要接受你这个念头。其实我本来都想你跟我斗相共。我无跟你斗相共就啥，只不过是替你去见永生花，我害你差一点仔互误会，我惊你怪我嘞。袂啦，我哪会怪你？而且指定有甲我讲过啊，这敢会当怪我甲指定拢伤过避暑？
因为我都是爱情世界里面的童子军。啊对了，我呢，中岛我请你两个坐下吧。这是咱老大一顿喜酒啦。人咧讲啦，吃人嘴软，即马阁随时可能会去互你的红烧炸弹炸着。我看，我还是紧来去卫生间多趁钱好啊啦。水里啊，卡无落起来哟！我扶你。卡是毋是疼？毋是卡疼，是心疼。啊，你即摆呢？袂输咧搀扶老太太过马路，伊讲我干袂欢喜，我真正不要紧啊。你们都把假装在干了，你给我看，这扣子把它打开，我不让。你给我看，给你搞个空的，搞个空的。关大哥，啊。好吃不？只要是你吃哦，每一嘴，哦，就甜，就香，就好吃的。跟你的人同款的。嗯，你又别讲，我嘛不是吃物件，哪有可能会好吃？哎呦，你有听过一句话哦，秀色可餐啊。我今嘛就是要跟你吃掉的。来啊！历史新的一刻总算是来啊，好紧张哦。你随意，我干杯啊。哎呦，你不要淋这么多啦。你若是喝酒醉，我是无法度送你回去哦。你是在关心我？是啊，关大哥，既然咱两个人互相喜爱，哪能要关心你嘛是应该啊。以后哦，我嘛会甲我秘密甲你讲，你嘛会甲你的生活习惯甲我讲，安尼以后这份生活才会当互相照顾啊。你真正介意我？你甲我大做伙哦？安尼敢会伤紧啊？才不会嘞，咱拢未少岁啊，当然要挂一个进度啊。咱会当先同居试婚，那恁结婚后才陪我磨合期啊。冠达哥，你什么时阵要带我去见你厝内人啊？我敢是会做梦啊！你意思是讲，咱定来交往哦？咱今麦已经伫个交往安尼，我啥物时阵会当去恁家啊？我还准备一个啊。Lisa， 卖着急啦，慢慢来哈。我唔是着急，我是足紧张的呢。我想着哦，要甲你妈妈见面，我的心脏就会劈破菜。啊，住伫恁家是毋是爱做出内底的代志？啊，不过我拢袂晓呢。但是为着你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因为
爱你。啊，惨啊！我听到这致命伤的你啊，高冠达，你搁算吗？然后继续玩火自焚哦，总有一天，你不知道死的都是在我手头啦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我会赶紧跟丽莎分手，安尼以后一切袂艰苦。哥哥，你的酒量真好呢，威士忌买零元啊，再开一罐好不好？妹妹，来来来，坐。妹妹啊，当然无问题啊。只要你不要喝滚哦，所有人，那爱饮酒，我爱完成一个指令，安尼，我着我开一罐。啊，你唔惊你女朋友食醋哦？哎呦，你是一个朋友，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再讲，我的女朋友够大方的啦。艾丽莎，你讲对无？来。来我滚！没有，是啊，啊，你输了，林俊，输的人哦，我讲过哦，唔来林俊，各位陪我文青青，来文青青，你哪样臭啥啊？现在是会超过啊？生气啊！已经是我女朋友啦。只想待在家，就是讲分手啦。已经不爱我，所以啊，我够伤心的啦。好呀，我快要被树淹没了啦！刚公跟帅哥做会，这就是必修的虐心学分吗？管大哥真正有够苦哦，今日伫我面头前把妹，小等呢，伊还叫我的时阵，我就会甲伊讲予清楚，不准接近其他的查某人。哼！来袂来？奇怪，范大哥是安怎还袂着在？啊，拄只咱明明就伫咧讲要带做伙的代志啊，啊是安怎伊常常伫我的面头前咧把脉？我嘛无做唔着啥，啊到底是要来找我无啦？我继续陪你啉啦。我想哦，一定是迄个酒醋妹妹给冠达哥低调调，没耶，冠达哥是属我一个人的，哼。哎呦，我啉烧酒醉了啦，那你稍等，我来坐路边，你会给我捡拾吗？好啊，我会把你捡回去厝。当作宠物情人的亲，高冠达，我已经够生气啊！你无来陪我，搁在这把妹。哎呦，你三娘搁转来啦！啊，咱不是讲好啊，咱 game over， 一切拢结束啊！啊，我给介绍我的新女朋友，伊叫做 B B N。B B N 大头。
啊。哎，好好好。来。我家里啊。手要伸直，眼睛瞄这里，往前。好。好，小心啊。这边啊。可以买个生意，子玲，你今晚在倒位？你在创啥？你敢知影？我的心内满满拢是你的形影。你挂呀？我听话头，你请。哎，唔系啦，我系挂，你唔系挂。啊，你听话，别感冒是吧？我未感冒啦，你看你的手拢冰的，话头你请啦。唔系啦，无。叫我买围巾诶，围巾好啊。好啊。阿姐，你叫我特大号的围巾冇？你三条拢是。建军，现在做贝贝太大领围巾啊。因为这么大领围巾，我现在跟你做伙围啊，我不用我爱，跟你围起来，我要让你知影，我的身躯边，你都有温暖，我的身躯边，你永远拢袂孤单。做啥呢？你其他都要就好了。志玲，是我头一次看到你。我就是要为你走，你敢知影我真系足欢喜的？我总算等到你愿意接受我一家，我就会感觉，这才就由原本虚幻的梦，变成真实的幸福。建军，你敢知影？无你爹，我就袂乖。喜欢小太阳啊，照亮温暖我的心。你嘛是同款，有你在我身躯边，我的人生就更加圆满。你拢送我围巾啊，我嘛应该送你鞋嘞，不对吗？送你手套好啊，来，金姐，我给金姐。我金姐。那挂起。好。啊。哇，好温暖。
我会够控制我的人生，好不好？我是个刺探经验君，我发现伊是不是一个会当大家恋爱的人？你最近已经有女朋友啊，我嘛已经对伊死心了。今麦是拄到情敌，有真简单的好见。我嘛大刚来当看到伊，我就已经感觉是完全了。李贝，你怎么冲不来？三立台湾台，金家好媳妇，福特专业机能除臭袜。